到高雄了。一人来做尾巴咯。啊？啊？啊？现在整理一下啊，在门口坐一下，这边有板凳坐一下，我们休息一个10分15分钟，抽个烟，我们再进去，他再整理一下，好不好？我们是第一批到的，我们是第一批到的，好不好？坐一下，我们等个10分钟15分钟再进去，他再坐。高雄的以前的名称叫旧称叫大沟，所以叫高雄。在大概国民政府主政之后，把这个日本人整个高雄的旧名字啊，叫高雄旧称大沟。国民政府来的时候，把它改名字为叫高雄，是台湾第一个省辖市，然后院辖市。所谓省辖市，就是说他市长跟。省辖市的市长跟省市长跟省市长就是比省低一点嘛。我们台湾的政治是中央省县，我比如说我是院辖市市长，我是台北市长，是高雄市长，我们两个是平行的。你是台湾省省长，我们也是平行的，因为院辖市比较省嘛，对不对？台湾有六个市，这个六个市的市长就等于是省长。来，进来。来，各位乡亲，来，我们现在文文来吃点那个客家美食菜。来，各位贵宾，就这两桌，都11位，啊，11位。还没好，先不要动我。
会帮你看，你先盖起来好不好？我先盖个就好了。注意口罩。这叫做什么？叫六合夜市。六合夜。下一天好多摊都没出来了。就看到最远的红绿灯那边有啊，就这样。来，我带你们走，来带你们走一段。各位看到没有？这里的地方亮红灯，看到没有？五昂丁的黄，五昂丁这边去，这边回来，我们走右边。王家庆，你们摊贩都没有。Masih bisa lah kita jalan-jalan walaupun dari ini segitu. Jadi kita udah sampai di pasar malam sini. Guys， 哎，加油！对，我跟各位讲，他这一颗大概多少钱？你能称一下，老板，给我们。一斤这个几两？几百扣点？几百扣？一斤多？八块多，半吨，就这样。哦。哎，我跟各位讲，它这个是软的才可以吃，这皮不能吃，里面的籽籽要吐掉，是甜的，很好吃。它这个释迦是一年，台湾啊，只有九个月可以长，基本上一年都可以吃得到，只有三个月它是休息，啊，所以这是台湾的土释迦。但是这软的你要吃，如果你把按下去按坏了，对不起，他要你买，啊，所以你知道这是软的，这是软的才可以吃。啊，这几袋差不多100块钱台币，啊，几袋100块，没有啊，照称的了，哎，照称了，一斤呢，一斤九十，大小有大有小，你要不要老板，你要不要买一个？对，尽量我讲，你要不要买一个？来称一个给他们，你要不要买一个？大的小的，
你要不要不要这边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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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给你们我才包这边有一人凹了他一般按坏了你要一个要大的还小的一个就这个新鲜的就好了吧这个好不好买一个要买一个这个一个新鲜的你先称一个老板我摸摸一看谁下款了。